便是慈悲爱众生。接下来请收看佛门仪轨。首先哈，我先声明一下哈，我今天的这个资料哈，全部都是一些经验谈、经验谈、经验的哈，跟大家分享。那没有真正的对跟错，那大家觉得不错，那你就选择性拿起来用哈。那今天，咱出家人的很多仪轨哈，是对百丈清规。那这一本大家可以好好的看，他把它截录到哈，让他百丈清规它有八章里头哦，这里面只有三章五六七，但是这里面就是主持啦哈，临终啦哈，然后包括咱安怎怎么身坐，怎么退居，大概这个都写得太棒太棒。那为什么叫次修？那是因为，我如果要再解释，我可能这些东西会讲不完。那大家可以慢慢看，这是当时的这位出家众，他去找政府。刚刚理事长一直讲的，政府还可以，他要求政府要支持，所以政府支持他去编，就把这个编出来。那这个已经是用白话讲的，你哪看一个原文有一点深色。那深色啊，有一个好处就是，咱看到讲过去的祖师大德，哇，那个国学之深呐、啊，真的是叹为观止。啊，若要叫这里底吼，说编出来，我们现在都可能很多都做不到，都做不到，那时代的关系吼，然后丛林人口多，那大城市可能都无困了了吼。那我们其他的。道场不像那个大陆的大丛林这么多，那现在大丛林他们人口也没有那么多的出家众哈。那首先，哎，谢谢明慧理事长，他的邀约了哈。他本来我只有上一堂课，其他三堂课是五三个法师，但是因缘一直转，一直转，又一起呢，一直转，一直转，所以等到这个日子敲定的时候，反而有几位法师的不能成行。那明慧法师就讲：“啊，你就慈悲啦吼，我要过去找别人嘛有困了啊，你拢搞我搭。”然后其实吼，愿意让我时间跟大家分享，这是我的荣幸。但是对我来讲有点吃力，就是我们的工作量太多了吼。但是我们还是天天在把我做过的这些，我认为可以介绍给大家的，我就把它截录起来吼。那要谢谢我们理事长哈，阿嘎九阿长老，你这长辈得的家搞啊聆听啊。但是各位，请你多多指教，因为不一定我讲的就是对哈。那结束你觉得哎，你有更好的经验，也可以拿来分享。因为今嘛这个时代哈，叫做竞合时代，不是竞争就是合作。但是台湾的佛教界没有本钱竞争，只能合作。你看看那个 Seven 加盟店有没有？20年前加盟店一间40万加盟金，现在不知道涨多少了哈。所以现在都是打品牌，就是要结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力量才大哈。那打出一个品牌出来，这已经时代定行到这，我们不能跟时代脱轨。好，那我跟各位预告哈，深坐或者是进山开关或者是落成哈，我们有相当多的资料。那我预告你下一次才会，下一个礼拜才会排除万难，怎么样来拿这些资料？有很多哈、哦，告诉我说可不可以给资料？我说资料是死的东西，你要现场去听。其实，在仪的话就是威仪啊，就是身口意的一个威仪。然后轨呢，轨迹的轨，那就是什么？它的定型的仪式，定型的仪式。今天在身口意威仪里头做一个定型的仪轨，
那在活门里可就非常的丰富。你看看这一本书讲的哈，《百丈清规》的第一章是在讲那个祝寿，就是那个佛菩萨圣诞的祝寿，还有那个国王啦哈，现在叫总统啦哈，祝寿的用的。第二章是在讲报恩的哈，报恩当然也有那供天呐、啊，还有那个祈雨啦哈，然后那个祈祷那个韦陀护法的护持啊。那第三章讲释迦牟尼佛的圣诞啊哈等等成道日，那个所有佛菩萨的圣诞怎么做哈，然后第四章是讲我们的主持大德，好，我们的咱的周师大德，咱的譬如说百丈禅师啊、达摩祖师啊、智者大师啊等等这些，啊，佮咱上主的这个开山周师的这个一、那个纪念日边啊做，那在这一本哈、哦。都有讲到，那第五章才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出家住持师父安怎上堂，然后这都有仪轨的，要挂牌，那个侍者就要来问啊，明天哦初一喽，啊我被升座讲法不哈，然后住持可能就没讲了，那明天早上我讲说要不要那个升堂说法，他说好，那这个侍者的进去跟一关管理的部门的讲要挂牌。那几点要那个哈？那这边他还有讲一个尊者、一个尊长、一个长老、一个这个长老尼来到我们的寺庙里，我们怎么去迎接？这有礼仪的哦，这有礼仪的哈。像好多都是在山门口就用香案，这才是真正的很对这种长辈长者的，而不是哦啊来啊，哦啊哦后来啊哦来啊掐贼掐贼这样。这在第五章里头也讲这么多，我只是稍微提一下。然后在接下来呢，他还讲身坐、落成、斋堂等等哈。那总共哈，在这一个百丈清规里头哈，你看我把原文印下来是两个大档，哦，然后买不到他原文的。那现在大部分。用这个次修百丈清规大概是三章里头的对咱诸祇雄诸阿里夏伯阿亚诺阿勇这一本白话讲得很清楚，而且所有的术语他也有解释哦。佛光山他们把它做了一个修改的，就是把它白话哈、哦，中文言文跟白话原文跟他们。解释出来的那意义，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塞，可以开始认识哈。那值得看，他也讲得非常清楚。当时时代是怎么演变，然后什么时候，然后这位出家师父怎么去跑这个政府部门，然后请国王下这个命令，然后才有办法这个作为全中国丛林的一个清规。那当时。也留下非常大的震撼，你看到现在几千年下来我们还在用。好，那这个仪轨哈，我们在您的那个讲义里头有讲，佛法它非常的深妙，它含摄的法义非常的广，但是这些仪轨是从我们祖师大德依据经典大义理去制定的。你看看堰口是不是，然后那个什么药师宝忏啊、水忏啊、梁环宝忏，都是用经典里头去把它揭露出来，让我们用身口意去三业相应。那目的是要让我们的罪业消除、福慧增长，然后才能觉悟到生命的实相。那我们讲制定仪轨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目的就不外乎三样事情哦。那个制定仪轨的。目的哦，它是第一个要用佛教的仪轨来表现、来彰显佛法的功能。你如果拿到这书的时候，第一页哈、哦，他写：自从读了首楞严，从此不尝人生糟糠味。而是你咱看这楞严经了后，人间的这款什么味东西不好吃呀，然后认识的华严经以后，才知道我们已经是佛法的安怎富贵人。我们已经是佛法的富贵人了哈，所以这个制定这个仪轨，它的很大的一个功能是要彰显佛法的功能。第二个呢，它是要赞美佛菩萨的功德。你看
地藏王地得地藏本愿功德经，还有药师经等等，都是在，还有观世音菩萨，每一部经都在阐述这个这尊菩萨的他的什么，他的修持，他的愿力。所以仪轨啊，做这个仪轨，就是在赞美活菩萨的他的功德知识，他怎么会发这个大愿，怎么为这个众生来付出，那怎么让我们向上学习哦？那第三个是上求佛道，下益众生的事。譬如说，咱翁心下薄，咱不是就是有佛事吗？那佛事就是一个报恩，报恩。那刚刚我们理事长讲的人王护国法会，那就是在这个什么国土恩，这块土地让我们无后顾之忧，不会像阿富汗等等还在战争。这个战争没办法就好好修行，没办法就去度众生。所以制定仪轨的目的，活菩萨的圣诞，然后戒律，譬如说受戒、结魔、结下，下个礼拜的那个也有讲到结下、解下的问题，然后忏悔，忏悔里头的仪轨也有梁环宝忏、水忏，然后要解该完结，然后有蒙山施食啊，有这个宴口啊，让这些众生那个各餐饱满。那早晚课、开光、讲经、祈福，这些佛教的仪轨啊，都是希望是第三类，上求佛道，下利众生。然后第二个哈，第二个制定仪轨的作用是做什么？它的功能一定是用这个戒定慧三学，它这个作用，然后一定用戒定学三学来做基础。然后第二个才是让我们去修福报。那所以在作用的第一个，我们提出制定这个仪轨是要建构佛教的慈悲跟智慧的精神。我们看到地藏王菩萨的大愿，我们看到普贤菩萨的愿力，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等等。然后第二个是要推展佛教济弱感通的殊胜意义。其实佛教的仪轨是人生的一辈子的导师，从我们出生，然后从那个报母恩啊，那佛陀的那个经这么多，也有父母恩重难报经等等，然后人往生还有无常经、阿弥陀经等等这一些。那这一些呢，就是让人这一辈子走下来，遇到这种需要人家扶持的时候，所以仪轨它是在推展佛教的济弱感通的一个殊胜因缘。所以人家在助念的时候，他会说看到瑞相，那他就不会觉得我的亲人往生的时候无依无靠，无汤依口，原来还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可以让他去那边安住。那第三个，他运用佛教的经典制定修持的规范。你看水忏要怎么修持，梁王宝忏应该怎么起见，人王法会应该怎么做，然后还有这个宴口怎么做等等。那这些制定的修持的规范，它不外乎它的基本理论哈，有五个。一个是法界无尽的理论，你看看那个华严经的重重无尽。然后第二个，它的基本的理论一定是在佛法里头的如来藏的缘起。然后你看看讲我们六根六识六尘，那这些都是生命从无到有。然后第三个基本的一个理论是万法为识，第四个是性空缘起，第五个是业惑缘起。我们为什么这么大的，那我们要来像那个水忏，为了一个斩妖根的十字，十辈子这样子哈。所以业惑缘起制定这一些仪轨的话，应该不外乎我刚讲的那五大点。然后我们仪轨的制定的用意啊，应该在你手册上想。我们在做这些仪轨的时候，不管是开山，吼，咱要挡土，或者是咱上牛下土，或者是
那么六行的诸其身作等等，都是在他的用意呢，是在展现恭敬的谦卑之心。咱你看，咱传这敬财敬本，有人讲啊，恁足功夫的，传家足功夫的，这就是我们恭敬还有谦卑，然后用无我的布施心，建构伦常的因果心。你看看那些，所有的那个，该弯设给的这些仪轨，都是在讲这个因果。你看看那个梁皇宝忏，我因为当时做的怎么样，所以今天才得了这些果。还有培养慈悯的平等心，这里头还是在讲怎么样，大家都有佛性，不会因为这些五术南路勾魂，或者是水路做的海路空，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可能就不去做这样的一个操建跟祝福。所以仪轨的制定，它一定是联合思想，还有制作的缘起，还有它仪轨本身特有的功能。这特有的功能当然就是在讲你所求是什么。比如说我刚讲这开山啊，爱党透，那这个特别的因缘功能就是我希望建一个好的道场，或者是刚刚我们理事长讲的，这房子已经久了不堪使用了，我们要重建，我们要修缮，那这些都是仪轨本身个别具有的功能。那在仪轨的那个组织结构里头，我们佛教里就使用什么法器梵唱唱调，所以我们说啊，这是南部音的，这是台北音的，有没有？然后现在还有那个新潮的音的，还有结合到那个大家比较熟悉的音调的齁。那这些梵唱声音贡品贡具布置庄严坛产，或者是庄严具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仪轨的这个制定的时候，也希望提倡敬畏的忏悔心，还有禅扬庄严的恭敬心。那我刚说大家回去把这个看一下，下个礼拜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但是我不是专家，我不是像理事长讲的，我等一下要付他广告费，他说我是非常厉害，怎么很精通，没有的，我完全是大家找我，那我就去想，我就去找资料，找资料就是不敢说好学，就是说这个因缘需要我来做，我就找很多的资料，然后把它结合起来。然后当然最重要是当家主事者，就是咱东家主持，他同意这样做，然后所谓如法如仪啊，他没有一定规定要怎么做，但是所谓叫如法，就是刚刚讲的，我们要有那些精神，要有那一些那个用意，你制定的这个用意跟目的要怎么样？那道场大小不一，那所以他的需求也会不一样。所以在仪轨里头转变到现在，人口简单，或者是义工不够，或者是现在大家都要上班，要周休二日才有义工，所以变成又要去做一个创新的仪轨。然后如法是把该有的精神纳入进去，然后今天开会讲要这么做，然后当天就照着这么做，叫做如法如仪。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开会这么做，然后现场有两三个人说啊不要，要怎么改，然后各组就懵掉了，各组就不知道怎么连结起来，因为开会的时候说一二项谁，五六七谁，然后这时候时间要配合到怎么样。那如果现场有一个人来推翻，然后那个司仪也没有照着脚本这样子跑，那糟了，那各组就愣在那里，就想我哇阿伯，我上场了吗？还要换谁？所以呢，如法就是要建立刚刚讲的那几个精神，制定的用意目的，然后如仪你就照那个。那社团呢，他开会也有社团的一套，财团他有财团的一套，他规定的仪轨。那所以呢，我们觉得时间上，然后因缘上，所以我们必须还要再去做一个创新的做法。那这个目的是要从
仪轨来教化众生的心性，就是讲，我今仔呢住喺厝内，邻家人简单拜一个天公，甲你好好啊，甲这个拜斋天拜好庄严，他就会众生就会感应到讲，啊，这佛教做甲真功夫，我应该爱来参加这佛教的斋天。以至于这个对这个护法神，他都会恭敬。那请问他对佛菩萨会不会恭敬？更会恭敬。那所以斋天哈，也可以上我们妙泉寺的 FB， 我们的斋天不敢说100分，但是我们是虔诚的在供养。那这个创新的仪轨目的是要教化众生的心性，还好，还最重要还要做好人际关系，还要让我们的生命的力量可以提升，然后让我们的境界哈，不要纷纷扰扰。所以创新的仪轨里头，你的那个资料里告诉你要确定佛门仪轨制定的真正意义。我今天要创新，我要做一些修改了，我可能要知道今天啊，迄、那个进山，啊，甲即个落行，啊，甲即个身坐，它的真正意义是什么？那我才可以去做一个调整。那如果我来攻击的身坐后，下一期会讲。如果在他的这个记录上，在这个从你的记录上，你每一殿都要去礼坐，每一殿都要去祝祷。那我做的身坐，我是这样做，没有错。我是每一殿都有一张书文，然后让那个新的住持去给每一殿的佛菩萨祝福加持我，然后那个四大天王护法神，你要继续护护持我。这个刚刚你即马调台换人啊，换人做啊，啊，这个你请来，这个保转嘛是换公司来给你护持啊，就是这个意思哈。然后确切仪轨的结构跟做法。你要确切你仪轨的结构，你这个结构，你把第一项抓到最后一项，这样可行吗？那这个结构可能就问题了。然后你做法的仪式希望达到什么？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结构跟这个做法哈，不太适宜哈，太简单，太简要。现在很多人说啊，我知我都不会啊。事实上哈，我们从出家到现在，其实真的没有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但东西跨叔公叔父引起阿妈走，对不对？好像佛学院也没有教我们这一堂课哈。我们有读佛学院，我是书读少，但是我当时民国60几年读没读到这样的一个仪轨的做法，然后也不太适合太繁琐。那太繁琐，如果以百丈清规。哇天啊，我看一个月都做不完哈，然后太抽象，那太抽象就是啊，你可以传什么工具，但是那个大家预测不到这些器具爱安怎走，那跟他没有一个准则哈，所以太抽象也不好。然后第三个创新，你要符合佛法的启发跟妙用。如果能在那里给创新起来，它并不能融合。佛法的启发也没有达到现代化的一个妙用的话，那这样你的改革就没有意义了哈。那最后一项很重要，你在权宜之中做的改革，但不应该违背佛法的智慧精神。然后，所以我们提出，你要做创新的时候要考量跟评估，你根据佛法的义理规则了没有？然后你是不是取经用红？你是不是取经用红而制定？就是说，虽然很繁琐，但是我已经取精华出来了。然后用意是在要弘扬，就是我用现代社会的改变，再做一个实际的情况。你说，我们出国去参访，然后住那个饭店，然后我们出家中4点就起床。然后要到这个饭店要7点才让我们吃饭。那以前我们老师说，这不行，这太晚，我都要6点就要吃饭啊。那这个就没办法哈，这个跟社会的改变实际情况就不能结合了哈。然后再来第二个，我们建议说，我们要去创新的时候，你第二个哈，你要。摘引方式，用摘引的方式，譬如说你今天
帮信徒做一个祈福的目的是要求财、求功名、求这个身体健康，还是这个寺庙要后摆要躲较济人哎？那这个就是斋饮方式来应应社会的改变。那这个的话是创造佛法的理论哈，是要让他这样的一个创造创新，它是要让佛法的理论更容易彰显出来。如果以我们的经典这么的深色，很多普罗大众他可能就再见拜拜啊。那因为我们用的东西都很传统，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年轻人好像没有办法结合到我们的脚步进来？好，然后呢，第三个运用现代化的传播，更能彰显佛法的理论。那如果今天我们云月法师说报名100多人，所以分两场，然后他事先有打电话问我说：“哎，那这个政府这样可以？”我说：“不行，他还是80人。”一个场地还是80人，所以我们在一楼的居室，我刚有去探望你们一下，哇，你们楼下冷气很凉哈，然后你们也很专心盯着荧幕在看这个荧幕的分享哈。那今天透过我们生命电视台他们的一个拍摄，才能拉这个投影到一楼，让因为疫情的一个设限，那我们居室也能在一楼，那这个就是达到现代的传播。更彰显佛法的理论，那这样的适应哦，更能适应新时代的一个需求。那第四个，择取容易让是就是可以净化世道人心的运用机制，譬如说，我们说这戒律上是不可以的，但是你一下子又用出家的戒律这样，那这个普罗大众就进不了佛门进来了，所以我们运用机制，第一个我先种善根，所以为什么现在会开发很多多元的一个引导方式，文化的、教育的、慈善的等等。然后第五个哦，创造佛法，我们这样的一个创新，在创新的时候，对佛法的弘扬应该是要更利益，让大家摄受。我小的时候听那个长辈讲。修课立以心魔幻，听懂吧？修课立以心魔幻，我小时候就听长辈这样讲，我就记下来。那这就在讲身口意，你说啊，你啊，你老爱安怎修安怎修，哎，叫咱修课立以色意啊心魔幻，那就身口意要清净哦。那小时候就听。我们阿嬷长辈他们讲啊，那人爱俗讲哦，咱拢爱修口念以心魔幻，所以我这句话背是用闽南语背下来的哈。好，那这个以佛法的层面体现佛法的精神哦，然后所以修改就不太适用哈，太复杂。好，那今天的重点哈，各位，我只能讲动土编。然后跑快一点，看能不能把上梁也跑一下。来，我们来看哦，我们讲今天佛教的一个建筑，开工动土。你说啊，不是，咱都找一个所在，啊，都该头乌乌的。我跟您讲，我庙全是要，如果要那个动土的时候，我的想法也是跟普罗大众一样，我就讲，那就是我们找一个日子，然后咱来念用基净水。洒净一下，洒净完了以后，那就来做五供，那大家共修一下，然后就回去了，对不对？然后结果我发现不是的。那你看哦，动土的意义，第一个哈、哦，它是告知，还有禀告，告知还有禀告，还有驱逐请求，它有四个意义存在。当初有四个意义存在的，头一个意义就是跟你讲，跟谁人讲，跟谁讲。本来住在这里的一个神子加迄个鬼神，叫做神的吼，较悬嘛。那呢，那个叫做管神加鬼神有没有？啊，较鬼是啥人？地基主咯，啊，够像武术南路孤魂啊。那更多的话还有什么？咱地藏经讲的，树神、草木神、天神、地神、土神、野神、空神、草木神、庙架神、水神、火神，是不是？这些地藏经讲的这一些，所以第一个我们告诉你，请你刷位啊。动土的第一个意义是我告诉你，你本来就住在这里的这个
地基主，还是这些求神啊、错不神啊、丁丁哈，还有那个栖息在这里的鬼神，那告诉你，请你移位。那第二个禀告，禀告说，拍摄我得要用这块土地，然后这里可能住较久，你可能住一百年、两百年，那我可能在党头给你冒犯，我可能会冒犯的，那所以我会做仪式来禀告，然后那仪式里头一定会有洒净普施。洒净跟普施，所以洒净是一个加持祝福的功能，普施是下午还有这些公在这些地基主还是在这住在这些这个孤魂丁丁，然后我就请你们吃、啊、请你们搬出，就像今天我要拆迁，我要给你补偿的费用一样。好，驱逐要驱逐什么，就是除障，在这边他有煞神有煞气。我们最近有个信徒，他要卖土地两亿，结果师傅阿巴当都没卖出去，那我帮他查了一下，啊，他原来是日本时代怎么样枪决的一个地方，那我就说，那你们公司我就开很多经咒，拜托英雄，我说你送完你告诉我，我再来帮你做除障。这就是不管他这里有没有煞尘存在，或者有煞气存在，没关系。尤其是月深山那种树不见阳光的底下，就是很多众生他会栖息在这里。所以驱逐的话是驱逐什么？驱逐这些障碍，这些有不好的。那所以这是要不是跟他就地造安安娘？这个后面我会再讲。然后请求什么？请求我们佛菩萨、龙天护法协助，请求来协助，新功要顺利，然后请你来护持道场。那目的呢，是破碎除障。那破碎除障，还有安正复地，还有净地结界，这都是佛教的做法。净地就是洒定，然后结界起来哈。好，那破碎除障，这是一个神圣的场域，我要做这个讲堂，我要做这个法堂，我要做这个深重的住宿等等。那所以，我这个破碎除障里的意义是在清场，清场。这个破碎除障，它就是在清场哈。然后第二个安正复地，它是在做保护。我拢给变清气啊！啊，我请咱这两天好来给它顾好势吼。那有形的无形都给它撩乱，那像有的工程大哈，然后附近的这一些有心人士哈，他就要收回，你这车出去安怎啦啊，然后就跟你谈。那有些基地哈，像我两年前帮一个道场他们所属的做的一个建筑物，那这个建筑物是合建基本呢，然后他就说那个建设公司的老板就说：“哇，师傅，恁做这场足功夫的。一般阮做建案，然后有来迄个索取什么？这个有分一杯羹，然后他们做这个建案都没有地方人士来，所以这个是什么？安正复地，希望龙天护法来帮忙，有形无形的来做一个保护。那第三个禁定结界的话，是为了要立众。”禁定结界，我这块土地我不是要做那个八大行业，我也不是要来做杀生业的，我是要做利众。我这个道场在这里的话，我就会度化众生，让众生去得利益。哦，不管我们一年做了多少的一个法会，那这些法会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有法师开示，那才知道今天做这个这场法会，哪怕你开示15分钟、10分钟。就把这个精华刚刚讲的摘要的一个引述出来。那第三个我们要讲仪式，仪式里头呢，它有就是洒净是第一个哈。那大家都知道洒净，那不就是念大悲咒啊，然后把土地净净。那这个洒净在古代的印度它就有了，它叫洒净水，洒一个散。散知道吗？分散的散，那个散洒净水，在古代的印度，它叫有
善洒净水的说法，然后在密宗密显教跟密教，它也有这些仪轨。那这些仪轨就是除一切碎气，那使人事物都能清净。然后洒净呢，又叫做洒水净坛。然后佛教、道教都有这一套的仪轨，佛教叫仪轨，道教叫科仪。多高的就叫科仪啊，好，科学的科，仪轨的仪。然后所以，佛教的说法，这些就是仪轨。不管你做什么样的祝福哈，然后我们看看洒净，这是佛教一个很好的祝福仪式哈。那这个洒净的话，我们会在什么地方用？第一个就是你要做法会之前，你在起见法会之前你举行的一个洒净，然后再来就是你这个佛门里头所有的建筑动土，你要扩充很多的机构出来，你都会像有一次我们的一个那个地方教会，他说：“哎，秘书长，有没有那个动土的文书啊？”我都不知道怎么作业呢。我说：“这动土文书，它有你所谓的特殊性。你要是做什么？你是要建寺庙的动土的说辞会不一样，你用分组织的说辞也不一样。你是做法堂，你是做讲堂，你的机构是什么？那说辞会不一样。”他说：“应该是分级组织吧，哈。”那我就说：“好吧，我帮你写一下，那你自己套着用这样哈。”来，那这个接下来洒净会在落成启用的时候，那是把你的那个祝福又再做一个加码，就等于说我一刚开始动土了，那我现在要落成了，那你做一个更深一个祝福。然后洒净的祝福它既然有三个哈，起建法会啦，或者是你所有的建筑动土，或者是你要启用等等，不管你想要做什么样的启用，当然还有别的哈，不过大概不外乎这三大类。然后再来洒净的意义呢，它应该是清净道场，还有净化共聚。净化共聚，现在可能是咱请这佛祖要回来哈。各位，这个佛像哈，你要去请佛祖哈，佛像安，佛像怎么？你开始要去买，要去买一支茶，还是讲你要去这个酒头啊啥？那都要有文书的。你如果看这里记录，你这做主持的哈，啊，提文书爱去给兵兵。拍摄龙天护法来护持，今天我是要请地藏菩萨，我要请阿弥陀佛，我要请观世音菩萨，那要书文再去禀告的。哦，今天你们是要去查，哦，伊的 Hinoki， 像那个大仙寺，哦，这个规经都 Hinoki， 这世界找无第二经啊，吼。那这个洒净的意义，我们把道场清净，就是我现在要做法会的道场，或者是我现在临时在外面要做一个几千人的，那这就是一个临时的一个道场，清净道场。然后净化共聚，我刚刚讲佛像也是哈。那像有一些那个生意人，一共这都行哈，开工鬼哈，那不对，那是加持而已，那是只是一个洒净加持，开工只有佛像而已，那怎么会有那个什么东西？开工鬼，哎，的舒服开工鬼，这个杯子开工鬼，然后喝了以后就这边正能量无边无听，这怎么会有这样的莫名其妙的说辞哈？好，那我们再来看洒净的一个方法，洒净的方法我们都知道是两永基井罪，然后北追本，然后再来就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然后念大悲咒。那这个洒净的方法，第一个要恭请观世音菩萨的力量来加持。我们凡夫俗子，阿恰观世音菩萨、噶拉那菩萨甘霖，然后手持净瓶，持大悲咒，然后洒水是要洗涤，然后再普施佛法，甘露法师，甘露法师，哎，各位哦，如果在洒净的时候，如果你是动土好了。那如果你在动土是一个空旷的一个土地，还是这几边跳开去，只要是边角的地方要特别的加码，就是普施多一点，菩萨多一点。那边角的地方
要加码，就是那种能量会多一点。好，然后呢，各位，我跑快一点哈，希望那个上梁可以讲到哈。洒净的目的，它是在复念众生。复念众生，如果你给那里头都该弄落去啊，那它就是惊吓惊扰。那我们请观世音菩萨来，那复念众生说，你可能栖息在空中的，栖息在水中的，栖息在土中的，你看昆透骨地有没有？是不是那个里面的那个昆虫？你看 我跟各位报告，我庙泉是动土到现在落成12年，我到现在1年3个大法会，然后再加我们常住年底自己人众自己的这个消灾祈福消灾小业种丁丁，就4次，我们一样是噶苗族是开山昆透谷地过山摩萨在滚灵，到现在还在超度，因为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但是我们可以来加油做一些祝福。那各位不是法会立牌哦，是经咒非常的多，经咒会长，我们等一下在那个书文的地方会跟大家报告哈。那栖息在空中的另外焦化马西亚，然后你看看那个灰熊松阿廖，那个澳洲前年死的多少的众生在这里头，还有在水中的你看那些库拉醉哈，你看看我们以前祖师大德告诉我们的，佛菩萨告诉佛陀自戒力告诉我们的那个绿水囊，不就是现在显微镜一看就知道众生无数。所以栖息在水中的或者是在土壤中的，尤其那些建筑土壤中就更多，所以洒净的话就说啊，你拍谁啊，你可能要移位啊，姐啊，我们以前要动土的时候我们就朝山3次，然后告诉他说恰丁心移驾，然后等我们建设好你再会一起来共住。那我跟各位报告，我也没什么知道要怎么做，所以我只好找地藏经，把天行地行抽行牙行空行臭不行苗嘎行追行吼行求行臭不行传掉行丁丁都把它立排位，然后一次朝山就3次共排位3次，然后回向经咒给他，然后就9次，然后在动土之前又拜了一场梁皇回向经咒。这经咒有多少，我已经回向9次了，可是在验口的时候我又去看了瞄了一下我们的那个儿童班啊，3年级的学生念那个阿弥陀佛念54万多不多，然后80岁的老菩萨念180万，所以这些能量就是让我们昆透谷地所有的工程都是顺遂的，包括我在中国大陆采买的所有的石雕什么全部都没有任何疑难杂症，非常的顺遂。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祈福祝愿，这祈福祝愿它就是一个加持的力量，加持的意义，希望洒净的时候能让这个工程圆满顺利，也希望这个道场是越来越清净庄严，这块土地不管它以前是什么土地，像也有人说啊，你这块土地以前是刮风都在这那个军事战地，也有说这军事什么机器都埋在下头，然后里面这个金属对我们人体不好等等，所以呢你买了怎么办，那就解除灾厄，所以我们在洒净的时候也希望解除灾厄，所以你有跨念的那就这个仪式让你觉得叩服菩萨。我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我庙前寺要落成的时候我们先做斋天，那我们在做斋天的时候刚好有一个老信徒的先生往生，还好奇就各位信徒，可是他们的六亲眷属包括他们的厝边都说，师父我跟你说莫密什么人哦，今天斋天你叫他不能来哦，咱今天的六行是很重要的，我说佛祖不进去，师父你不能这样说，这间庙祖是大家都要来消灾祈福的，那他们这是心盲，那你让他来以后，咱的祈福就被扣分了，连他的六亲眷属、因家的亲戚朋友、跟他的厝边都这样觉得，我说这师父是不能做。那你
往生的时候，你咪请阿弥陀给接引，阿弥陀嘛足尊贵啊，但是阿弥陀嘛是手放落给家你看呐、啊、吼，然后你不要跨爱，我们的仪式里面，咱做一个斋天可以，一开始就有什么净坛的嘛，就有洒净了，那就解除灾厄了，那这个就是让众生建立这个信心，这就叫心理建设。哦，人有做，人有做啊，人这有做啊，那邀请扶持。第洒净的第三个邀请扶持，我们希望护法您来永护，那也希望您一起来共修文法。那最后是希望趋吉避凶。那我跟各位报告，我就是妙觉寺在动土的时候，我就开始给我的信徒、给我的人众，大家要念功课、念经咒，然后逢初一十五就去那边。做一个那个露天的这个场地，然后被人家在那个摊贩在买的那种雨伞，大雨伞有没有？那个大街，然后就跟着太阳一直跑，一直跑，那晒到哪里就跑到哪里。然后下面的地土地啊，就是坑坑洞洞，那这个土地就是人家那个广告的那种大布棚铺的土地。然后我们就是初一十五回向功课，然后让那个护法龙神来共修文法，然后希望把这个土地加强趋吉避凶。然后第四个呢，通知作用，我们做沟通啊，拜托掐你移驾移位了哈。然后在沟通的时候，我要慰劳，所以我有回向功课给他，回向经咒给他，然后减少伤亡。我们要在挡土的时阵吼，那个传统的建筑，迄老师，师傅啊师傅啊，你爱去，你爱订婚金，我才知安怎去哦。我就唔捌听下，现在叫订婚金、订婚金，听过吗？订婚金听过吗？看起来一脸的茫然。定力的定，分别的分，金，金银财宝的金，迄传统迄老师讲，师傅厉害吼。啊，请人来订婚金嘛？我讲老板，这是啥意思？伊讲啊，师傅，你其实你无订婚金，你开玩笑。我讲这是啥意思？我唔知道。伊讲就是你大殿的中轴线，大殿要盖在哪里的中轴线？我讲啊，你这靠头问我，你有问建筑师啊？伊讲建筑师袂晓做啦。我讲啊，袂晓做啊，袂晓人。伊讲你爱先生吼，迄路基来量，量看你的中轴线伫倒位啊？迄我再干下你去。不过绝对唔敢你去，输迄袂平安，你的事嘛袂发展。啊，那我就有代志。啊，我师父也不相信，我们也不相信，我们只相信佛法的能量。啊，但是这是娑婆世界，人家的因都就伊都唔敢家你去，我怎么办？然后那信徒都会起哄。我说好啊，啊不，恁想去给我找一个神仙来，为了订婚金嘛哈。然后他就拉这个线，拉完了以后，那个我就回家。回我们台北的常住，然后那个营造厂老板就说：“哎呦，叔啊，你讲恁就好报的啊！我想喏，哦，迄神仙给恁订婚金吼，刚好都在你的见地。我三甲地，我只用一甲地去变经见地而已。然后你如果一流出来婚金来对不在你的见地，那就麻烦了，大家就很麻烦了。他又要去变经偷的。”然后又会把这个建案一直往后，然后他说：“哦，恁就好白，这个神仙哦，安尼起来给你领婚金，都是在你的什么，你的那个见地里头啊。哦”我也听哦，好，谢谢。这叫什么心理建设？他高兴，他众生高兴，那也不违背什么样的一个什么杀业，那这样就好了。然后接下来哈、哦。我们来看洒净的好处是什么，然后让你身心净化，离一切障，开启光明。你干嘛？佛陀让你迎向光明，佛法让你各餐都饱满。不管我们今天共修地藏经、药师经、华严经、法华经等等，我们都开启光明。所以在洒净法会之前，一定在起见的时候，一定是在有这个洒净的仪式，所以清身心净化的话，它就是一个清凉的一个
动作，离一切障。当然我们现在的盖棺是给了我们拜灵魂拜借追产，那我们就要诸恶莫作，然后开启光明，是让我们的身心再更上一层楼，怎么样更庄严。我们入了佛门才知道，哦，我们要怎么合掌，要怎么坐下。你看看我们在戒场告诉我们站起来，不可以这样就站起来，还要手压住这样站起来，这就都是一个很庄严的仪轨，让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是一个佛弟子，我们必须要做好这个佛陀所教给我们的所有的开启光明的那一扇门。好，洒净的作用，它在进场保护结界利益。利益这是的，然后进场的话，洒净的进场的话，它是以大悲咒水洗涤。那这个是什么？邀这些众生共结佛缘，共住共修，用大悲水来进驻哦。第二个保护，这个保护呢，我们是请护法龙神来共同拥护，然后这个目的是要宣扬佛法的核心。我现在在这里，我可能是净土道场，我可能是要做一个养护中心，我可能是要做慈善的文化的教育等等。那就这个保护，这个作用的保护是邀请护法龙神来共同拥护。第三个结界，这个是画出修行人一个范围，修行的一个区域范围。那当然画出来就是像我们六合敬讲的要生和同住啊。如果你今天结这个戒的话，我们今天要做水路，那你可能不是参加的人可能就会带来一些障碍等等。那像我们登坛，我们受戒的登坛也是结界，有没有？那这些都是画出我们现在此时修行的一个范围区域。那希望跟我一样的可以一起生和同住。然后最后一个利益，他在祝福结界的法会圆满顺利，那这个就是希望大家同发心，然后同愿同行。那这就讲到六合敬的什么意和同愿。那今天大家有共同的这个目标，所以我们会邀请很多法师，很多这个地方的士绅一起，大家来参加这个一个祝福，这个法会的祝福。那我们看洒净要具备什么？那从前面讲到这里，那应该就是不外乎观世音菩萨的愿力。那这个愿力也告诉我们，当我们要做这一个法会，要做一这个动土，我们的慈悲心是不是具足？然后第二个相应的感力，那要有诚恳心。哦，如果说我到这个现场我都不快乐，他们在搞什么？那个慢吞吞的这样在做什么？这样你在那边起烦恼，然后对人家的仪式，对人家的这个所有的安排，你都没有相应的感力。那今天可能在洒净这边说啊，怎么会那么晒太阳啊？怎么叫我们走那么远？像有的场地非常的大，那我都会说，那我们甲组往哪边，乙组那时间上只能20分钟，所以大家走回来刚好可以到中心点来，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有相应的感力存在。那接下来是讲结界哦，结界它最主要是靠大家的修持，防止魔境外力的侵入，然后再来是用菩提慧力，你创造清净的修行环境。然后第三是在洒净的时候，让你建筑的区域增加防护力。那这个部分哦，这个部分就需要我们用经咒，用这个经咒功德力要回向给护法龙天，希望他们来守护道场清净。然后最重要是要祈福消灾平安，那庄严无上菩提，那普愿法界众生共入彼如性海。那这一句是要放在结界的时候，你要对龙天护法告诉他你要回向多少经咒，那希望他们来护持。等于说，那我今天你在细休息掐波转爱瓦贼，
三个月补转爱偌济，那这个就是我用这个经咒，那回向给龙天护法，请你来守护道场。好，那第二项哦，第一项是洒净，第二项是结界，第三项是祭祀。哦，这个是洒净，就是绕着那个要动土的一个地方哈。这是今年八月哈，我做了一场，在那个国姓他们要盖一个那个药师佛坛哈，药师佛的一个坛场。好，那我们看看祭祀到底是要拜什么？这就是掌管土地的护法神，然后掌管土地的护法神在地藏经里面说是地神，对不对？好，掌管土地是地神。那但是在现在的社会讲，管理土地是啥人？土地公伯啊，神王爷丁丁，然后再来居住在这个区域的有情众生，这个是五宿男女勾魂啊，然后所以为什么我们下午爱做一个拜门靠的艺术，就是普施。好，然后第三个我们拜什么？虚空过往的干察，现在这个护法神子。好，所以你看哦，你看我立的那些牌，就是地藏经讲的天行、地行、丘行、雅行、空行、臭婆行。那在那个动土的那个坛场，我就供的这些牌位，然后希望他们来护持。这是第三个虚空过往的干草火化形体，这是以地藏经的一个说辞哈。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到处去利益众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让佛陀的智慧、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八关斋戒暨大悲忏法会，恭请广护法师主法，日期1月22日上午9点开始，地点云林观音讲堂，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电话05-633-1565，05-633-1565，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当日上午8点半，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高雄生命书坊举办念佛共修暨佛学讲座，恭请湛江法师、湛同法师领众。日期1月27日星期四下午2点，地点高雄生命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现场备有消灾超荐牌位，欢迎填写。南无护主无量光，圣光明遍吉祥王。大悲功德宝王如来，南无护主无量光，圣光明遍吉祥王。大悲功德宝王如来，南无护主无量光，圣光明遍吉祥王。大悲功德宝王如来，念诵一遍从今乃至96亿劫，念诵一遍从今乃至96亿劫。无量无数恒河沙数劫往生极乐世界，决定无疑。千佛体性闻名导师尊，攫取10万诸佛圣名号，具足尽性真实劝请故，唯愿一切众生证佛地。